总统蔡英文520即将卸任，王后的民间办公室也准备就绪。根据了解，这间位在台北市信义路三段上的办公室已经装潢好，未来除了是英系成员重要的聚集地，更兼具国际智库的性质。蔡英文会继续发挥外交专长，替台湾发声。热情向外宾献上拥抱。520正式交棒前最后一个工作天，总统蔡英文接见加拿大国会访团，卸任后将继续扛起辣台妹招牌，拼外交，筹办国际性智库，未来就以这里为据点。蔡总统位在信义路三段上的办公室目前大体装潢完毕，像是家具还有办公用品也已备妥，就等卸任后进驻使用。蔡英文办公室由民进党前秘书长洪耀福积极相助，负责参与帮忙的还有总统府副秘书长黄崇彦、陆委会副主委詹志宏等人。办公室除了成为英系成员重要聚集地，更兼具国际智库性质，扮演二轨外交，替台湾拓展国际舞台。卸任的元首，那我相信在这上面没有任何的一个所谓的压力或包袱，那也没有一些必要上不必要的麻烦。他的长才是国际外交，好，那他的语言能力又非常强，他的退休后的邀约不是以元首身份的邀约，其实很多国家都来邀约。八年后换个地方，蔡总统继续在国际发挥影响力。除了卸任办公室就位，汇集社会力的小英之友会将以过去北市长安东路小英基金会办公室为运作处所，建立与民间对话窗口。对小英来说，一个社会力的非常多好朋友们也都在我们的小英之友会，这些好朋友们他当然也是会继续来联系，如何来让那个我们相关的意见可以来让不管是小英办公室知道或是等等的，我觉得都是一个好的方向。对内维系社会连结，对外协助台湾发声，交出国政钥匙的蔡总统依旧闲不下来。记者夏君成、黄欣采访报道。